这个鲁班墨子会啊，聚焦点，然后对面的墨子是打辅助的吧？辅助墨子，兰陵王又是辅助墨子，你这是想像要把那个鲁班七要彻底打穿吗？我看好五环一次大，我看好五环一次大，我实在是不看好这种墨子，什么鬼啊？墨子辅助，有朵莉亚不用用墨子，你有一个朵莉亚，你用个朵莉亚，然后再补一个前排打野不好吗？你非得搞个兰陵王，对吧？你们补一个前排打野不好吗？他就要突到你面前来，然后你就不好打。你只有个敖隐上天，你敖隐上天的队友怎么办？你看这三手，兰陵王、安琪拉、墨子，这你要是被人家突脸了，你这都是很难受的。看到了，这个野区进不去了。但是凯要偷红哦，看一下微博有没有凯要偷红了，去看一下，不要在正面打了。哇，这兰陵王没偷到，反而凯把你的野区给偷掉了。河道绕了一圈之后再回去看，哎，看，哎呦，这个凯把红偷了。那暖阳说了一句：“那你不早看一下？”偷的那么，偷的痛完了你再说。哦，框，哦，没框到，他这边是做一个拆火的，哎，拆火的啊，安琪拉死了，安琪拉没了。看到没有？怕突脸，对吧？他这个这么怕突脸，明有一个密刀，一个明刀死不了，哦，不是那个，青龙有个明刀死不了。自带名刀，微博炸裂，炸了，能打死这个鲁班吗？你墨子给一炮有啥用啊？那你只要赶上去顶着，哎呦，兰陵王偷到鲁班，偷到了，鲁班哇，还没死吗？还没有死，我的天啊，这个鲁班就是不死。标，哎呦，他是在标箱子没标到吗？那个。鲁班加速闪现来了，这是标空了吗？我没有注意啊。把一个人在前面顶了，异形框到一个谁呀？是没有框到吧？框到里面一个暖阳在后面，但是一个安琪拉也死了，怕冲脸，太怕冲脸了。山火龙魂没有伤害啊！这龙魂打进去根本就没有伤害。微博这个阵容一旦被突脸没法打，只要一被冲脸的话，立马就得弃，太脆了，一碰就碎。你看，一二三记号全是一次大的，敖隐3300，鲁班4800，我的天哪，这就是压鲁班的阵容，压鲁班阵容的一个墨子，把让人家能压鲁班成为了一号位。嗯，只要一星一框，只要一框的话，他那个凯就往前压，你知道吧？他只要怕冲脸了，那个安琪拉已经把技能打满了，打在牛魔身上打不死。看鲁班还在点，敖隐上天输出呢，技巧满上去了，切掉。哇，但是他有一个明刀还是死掉了。都是强切掉了。这一波是换掉了一个辅助，换了一个中单。但是鲁班七号是没有人可以限制了，因为鲁班七号他的状态很满，微博没有技能。位置上面子阳扛不住，先往后撤，但是爵爷的输出环境非常好，把兵器运进去了以后，可以选择直接点水晶。那让我们恭喜武汉 Insta Pro。